Hanson 創科大比拼，耶、yeah! ！透過呢次活動，就可以令到我哋識得去觀察我哋平時嘅能源消耗啦，從而去加深我哋嘅意識啦。咁最後我哋亦都係激發咗我哋 去思考啊能量嘅轉換啦，同埋我哋嘅實踐方法。其實評審嘅對我哋嘅產品同埋技術嘅肯定咧，令到我哋覺得我哋係有信心可以再將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咧推廣到成個社區同埋工業應用嗰個層面。我哋會從嗰個新科技開始。着手之後咧，我哋都會考慮到點樣去應用我哋嘅新技術，去達至到節能嘅效果。我哋香港嘅大廈入邊，原來對於呢個冷氣系統嘅用電量係好高嘅喎，佔咗總用電量嘅40%+咁樣。其實就係透過我哋去完成呢個比賽嘅時候，其實我哋更加了解到原來香港其實喺再生能源或者節能方面，其實係有啲咩地方我哋係可以去做咯。通過呢個系統，我哋可以慳電、慳錢同埋保護環境。我咁樣利用一啲日常生活中可以見到嘅物料，例如好似我哋嗰個 project 咁樣係用咗磁石同埋飲管啦，咁樣就可以亦都可以製作到一啲嘢，可以幫助我哋去節省能源。燒煤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影響到呢個空氣嘅質素啦。咁我哋就諗住可唔可以有第二個方法可以發到電，但係又可以保持到呢個空氣質素咧？整棟大廈所有使用者，我哋都要睇到個數據。咁所以我哋利用咗咧，將個數據可以透明化同埋人性化，咁令到所有同事去睇到呢啲數據咧，自己都去諗到去點樣做一個節能嘅效果出嚟嘅。我哋希望可以做藉著呢個 project 可以做一個帶頭嘅作用，可以推廣俾業界，進一步提升香港社區建築物嘅能源效益嘅表現，幫助應對氣候變化。如果真係可以好好咁利用呢啲咁大量嘅冷氣餘熱去做即係轉化為電力嘅話咧，咁其實係會對呢一個 renewable energy 呢一方面其實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其實係糅合咗同業界嘅朋友啦，同埋同學術界嘅朋友咧一齊去合作，結合咧三方面嘅工作嘅能力，咁從而咧就帶嚟咧能源節省嘅效果。通過參賽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學習到其他朋友節能系統，咁互相比較之下咧，希望能夠做一個更加節能環保嘅城市俾香港市民。即係 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fatal.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跟住我 quote, to innovate that matters. 即是说做科研和这个创新的千祈不要怕失败，最重要不断努力尝试。Hanson 创科大比拼，为地球出一分力。